Hello, fine, 大家好，我现在已经成功了，来到动物园。对，猩猩馆都有，那为什么没有狐狸馆？天啊，他们在歧视狐狸吗？我不管了，我要进去了。哇哇哇，这俩是在干嘛？打架吗？看，他在晒太阳。小店，这是谁？哇！那它的耳朵好特别啊，大猫。哇，它好无聊啊。同理可得，我也觉得我好无聊。不，我不无聊，因为有你们在陪我。Hey, hello, bro. 哦哦，怎么会？这是传说中的长颈鹿。我想摸摸它，算了，害怕。买了个冰棍。哇，这是什么？哎，他们好高冷啊！感觉颜值还是挺高的哈。但不得不说，这个冰块还挺好吃的哈。这是啥？狼？不是有一个段子吗？好像谁看到这小狗就想说要不要养？哦，就养了一段时间，发到网上之后，大家说那是狼。我还是会喜欢狐狸的。哦 ，nice。耳廓狐又叫非洲小狐、大耳狐、北极狐，哼，都是弟弟。讨厌。Oh my god！ 哎呦！要睡觉吗？狮虎山 ，OK，nice。大蜥蜴在哪？哪有狮子？难道下班了吗？不要下班啊！露露，嗯。他们心里应该是在想愚蠢的人类怎么样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现在来到了动物园的狮虎山。对，我给你们看一下，来了，狮虎山的王，他好有气势啊，他还盯着我。我刚才在那边看到了马，我现在想要去骑马，一起吗？你坐在后面的那一种。Nice， 开心，阳光明媚，所以优惠地点是不是不应该选在马场？感觉有点怪怪的。哇，这个好心急啊，半张脸都出来了。啊，哦，真的，叫叔叔。嗯，可以，拜拜了。好了，兄弟，好了，那我现在我要去骑马了。套马的汉子，你威武雄壮，帅气。哎呀，好紧张，我就到中间就好。哇，好紧张，感觉。熟练掌握之后，然后带你们一起。Baby, it's you taking me places that I never knew, and now you got me thinking this could be real life. 这匹马发质好好啊，起码比我想象当中会稍微累一点。这个叫小雪是认识的新朋友，感觉还是挺 nice 的，对我特别友好，真的。
有那么一点点害怕。对，骑完了，现在感觉是下盘有点晃荡。你真可爱 ！Oh my god！ 完了，赶进去了。啊！救命啊！哦，我现在没事啊，真的抱歉。我倒有啊，肯定给你。我好怕啊！哦，它又跟过来，又跟过来。老师，救命！它不会咬人吧？不会。脚怎么了？被别的狗抓的。哇，是条汉子，可以酷，我欣赏它，想买点东西喂它。经过了一条大马路，我来到了便利店。算了 ，nice。看他吃，我也有点饿。算了，等一下。那么，现在马也喂完了，然后行人也了了，我去下一个地方吧。好 ，OK， 好了，我现在到了射箭的地方，直接上去。OK， bye， 终于到了。看看这满是伤痕的人的手，就是不太一样了，对吧？刚学了射箭五分钟的人教你怎么射箭。我先把箭对准这个地方，扣住，然后把箭拉开，拉到自己下巴的一个地方，用右眼然后去瞄那个准心。你学会了？学不会的话拿箭射你。算了，当我。你们看看，还纯白的白色。不过，我害怕是真的是我射的歪。不是你的问题，真的吗？不是你的问题，听见了吗？OK， 试看。放下去了。我要去射箭了。看一看 ，Oh my god， 密密麻麻，算了，感觉贼丢人，暂时不玩了，心酸。OK， 现在刚说完这，走，我带你去一个特别的地方，然后我请你吃我最爱吃的东西 ，OK。噔噔噔噔！啊，看看这个令我心痛的价格，哦，我仿佛是在吃自己的肉。一个牛肉它等级分的话，它是按照脂肪比例，你看这一块就很完美，对不对？OK， 就很 nice。还有好几块牛排在，但是这块是最好的，我想把最好的给你。怎么样，闻到香味了吗？是超级棒。I've been skipping stone, looking for the road.你喜欢吃几颗球的？
给你们，我还是用特别的。为什么？因为宝宝太难。对。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开始。OK， 大功告成。所以这一份特别的食物也是我爱的食物，你们可以安心的吃了。我先吃一块，帮你们试一下毒。哇，很棒，可以吃了，不要看我了，开始吃了。